昨天给我的齐天大圣报到一把流之如意金箍棒，来看看它的属性。好消息是速度并没有慢很多，影响不大。坏消息是我有两个这个属性，且效果是叠加的。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睾丸，我一眼看出这个属性并不简单。经过我不断的重铸测试，终于让我找到了完美的属性搭配。属性是这四个：一个金色增加射程，一个增加子弹数量。效果是这样的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